爸。你的嘴巴很漂亮哈。嗯，蛤蟆。是在洗手的。那你同意在哪上班？新竹还是那个？对呀。那以后就是比较有可能。可能还交给你了。好了，面包不要了。看准备放面，还要回笼的。不要，等一下放面了。哎，我点个面包。那笑什么？看不起来呀！在下边呢。Thank you.